没那边啊。有一次要去，但是后来，因为那时候是要不要去？我一下我们出去。好，人太累了。我女朋友更忙，她等下睡到她等下就上班。她节日都很高，她节日都很高，都很熬夜唱歌。因为再过一阵子这种生活应该就。Thank you.
再打几次？三次，三次。三次再打个地方，应该不会再到了。在那个，他那个年纪，他应该不能保鲜。因为他应该是早就开了。然后是在那个，对，会早掉。哦。因为他那个教练，他们都是对对对对，就是也在那接的，就在那些。他可能是一开始的，初级是一开始很近的。那有听说他半年也是蛮多的。一定要下了。看你也是用蛮多的，因为现在台湾人在三个小时，然后而且在练每一水都有。那我当然自己挤的话就是一下，一直都跑了三四个小时。谢谢你。应该也是两个小时，对，都是两个小时。那这样够了，两个小时就累死。而且要跟着他，而且他很强啊，跑的是一个队，跑的啊，他现在就是，干脆跟他们几个人去，对吧？对啊，好累。学校那个活动就是，有学生，所以他都没去。那我问那个叫什么活动？因为很有成分嘛，因为专门在培育，因为桃园其实就那几年，那个那就是固定的。你在后面打的不是在原地吗？他打前面的，然后
高潮，你要站在后面。打完高潮要干嘛？你打高潮我就会动了，然后你就站在留在后面。你打完我一定左边那边就一定要先过来，所以你就站在后面，站在打你前面。看高手了，快了吗？快了，又在左边啊！因为我看到，从左边那个大的那个，然后过那个上面的那个，然后就把，对啊，我是从他那个被追打到国体那些，从那边打。高球，这边有没有？所以就有要前面有没有？高球有没有？这两边有没有？你们看，你们再看看，你们看看我们的，看懂吗？看有没有人啊？你的场地打完就待在里面。好，向这边有没有？然后留在前面啊，打后面的看这两边有没有？教室八人冲出来吗？你就八九个冲出来吗？中间行。对啊。那个人是不是那种对，然后他投中对，可能就过来防守队。他这个打墙，就这样子。他打那么久了，受伤。不是，中间的还好，你是中上的。哪有啊？我是初阶的。我可能打不来了。大家接球要带一点点就好了。你什么球都会得。对，我只是打高球，我只是尽量把。他有点客气了。我看继续对两边，继续对两边的。然后我今天要出上，而且你高球是自己打的，你怎么会打完再一次在后面？自己打的直接跳一边，跳一边，跳一边退。看这两边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切了没有？你到前面有没有？看出来吗？看出来吗？他在后面接，他在后面接，前面这样子啊。高德来打，高德退两边有没有？切，高德退两边有没有？就高德退两边有没有？他切，他好点。还是别他们扔扔在高空撞墙。对，所以说从高空直接打，因为助攻是相当多的。
Thank you.